这是排队的买冰淇淋的，我靠，那边是取冰淇淋的，这面就是肖邦公园了。哎呦，这卖个冰淇淋也这么火热，这面全都是过来玩晒太阳的，景色也是很好的。听说这面有音乐，搞音乐的，怎么我一个都没看到呢？哎呀，这边吸吸氧是不错呀。一想到晚上回去我还搞我那个申请，而且还不一定申请上，我心里就很烦躁。这是一个大湖，哎呀，这个不错。